快点，速度快点，总监啊，到这里照顾一下。 大叔，再便宜一点嘛！哎，不行啊，价儿砍的也太多了，砍一半呢，我就要赔一死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告诉你吧，我可知道多少钱进的货。哎呀，我说啊，你也让我挣一点吧，我求你了。大叔，我听说你这次在江南买了房子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也算是为你买房子提供帮助的人呢。我可是给你介绍不少客户了。这个，我说崔老板，你便宜一点给他吧。 嘉欣，你干嘛呢？你在想什么呢？这就是对你花心的惩罚。要是有这种惩罚，我随时都接受。这次去汉城吧。去参加曼斯丁的竞标会。 韩国漂亮女孩多不多呀？嘉欣，千万别闹了。这次竞标会真的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去呀！我可不愿意跟毫无感情的江宪一块儿去，想想都觉得烦呢。 韩国女孩喜欢听什么样的话？告诉我几句关键时候能用的。江宪教过我都是什么你好啊、谢谢的，根本没用。喂，惠琪姐，我是智秀，现在通话方便吗？你说吧。最近怎么样？还那么忙吗？我一个月后去汉城，那时我们就可以见面了，知道吗？ 我好想吃你妈妈做的泡菜呀！真要过来吗？你的汉语真的很有长进了，发音也不错嘛。真的吗？可是跟你比起来差远了。谁呀？我的学妹。学妹？你旁边的人是谁呀？她漂亮吗？嗯。学姐。来，哎，正打电话呢。 哎呀，她到底漂不漂亮啊？不漂亮，满脸都是青春痘，鼻子像猪鼻子，眼睛简直是一条缝，够了吧？交朋友也得进行筛选呢，明白吗？
学姐，学姐。啊，对不起你了。啊，跟男朋友在一起啊？啊，那以后再说吧，再见。干嘛？别人正在打电话呢。哎，就教我几句关键时候能用得上的韩语吗？如果你答应啊，我就送你一份礼物。真的？嗯。我教你韩语，你送我什么呢？那你想要什么？你不觉得我的脖子上缺点什么？项链，小意思，没问题。那你现在就教我。老狼，草枯，西坡。老狼，草枯，西坡。老狼，草枯，西坡。哎，这就是韩国女孩最愿意听的话吗？嗯，没错，其他的话都是废话，有这句话就足够了。노랑차쿠시포노랑차쿠시포要用粉红色的颜色搭配一下。啊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你们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位置要这样别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来，我看看啊，我看看。哎呀，眼眉要自然一点。要一尺，这个要一尺。好的。你好。哎，我喜欢这件，你看。嗯，看吧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嗯。就这件吧。买啊。帮个忙，小姐。哇，太刺激了！啊，太刺激了！啊！如果曼斯廷竞标会上成功了，我们是不是踏入世界舞台上了呢？嗯。我们已经踏入了，会长不是说了吗？已经没问题了。啊啊哈哈！西美，我太高兴了，这是我人生最好的机会了。嗯，你真辛苦了，现在该好起来了吧？啊，我这个人不怕辛苦。那么你怕什么呢？机会总是从我身边跑掉啊。啊？出自名牌大学的，从巴黎、意大利留学回来的设计师有多少啊？在那里，像我这样的人拿出名片来，谁认可呀？是啊。哎呀，好热呀，好热！哎，志兄，我们挣钱去留学吧。哎呀，谁不想去呀？哎，努力和勤奋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要记住的，这样呢，我们的目标就能达到。对对，没错。你看，总裁拍我肩膀了吗？嗯。那是鼓励我的意思，懂吗？可能是。
不是可能，就是认可我的意思。嗯，倒也是。我发现洪总裁对你好像特别的，特别什么？跟你说吧，他知道我是一个人才。哎呀，我发现你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，公主病。哦，是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脸皮越来越厚了。Hello， 你在哪儿？音乐很好听吗？我在喝酒，你过来吗？对呀，今天的心情很好。嘉欣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总裁急着找你呢。哎呀，我知道这些事儿。这次曼斯丁竞标会必须由你来负责，它会直接影响我们思韵公司的未来，这也是向总裁展示你能力的最好机会。好了好了，你不来就算了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拜拜。嘉欣，程总，你谢谢。不客气。那块三号被在哪儿了？哎，在这儿呢。他一定要回头要把的。小心点啊！好的好的。新梅，把桌子上的围巾拿来。好的。搭配起来效果啊！给你啊，来，请啊，好，大家辛苦了。要这么围巾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好。哎，志兄，好，这是李老板。啊，你好，季小姐，见到你很高兴啊。哎，这位是王先生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我们的福林公司。我们这里有顶尖的设计师，还有先进的设计技术。时装秀只不过是个过程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相信这次曼斯丁竞标会的代理权非我们莫属啊！啊，一点不错，我们公司有顶尖的设计师金智秀嘛。更实际的讲，思韵公司的服装不如我们福林公司服装的颜色和设计。我们一定能战胜思韵公司。江总监，好，总裁。嘉兴呢？马上把他给我叫来。我这就去找总经理，我会劝一劝他的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看总裁还是先休息吧。对呀，你先休息吧。你也知道。嘉兴这孩子越是跟他对着干，他越是跟着你唱反调。这是干事业。嘉兴不光是我的儿子，更重要的，他是思韵公司的总经理。是你自己把嘉兴赶鸭子上架的，现在弄成这样，你要负很大的责任。一提起嘉兴就这样护着。啊，慧琪也在这儿。您不必为我担心。啊，那就好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说嘉兴。我相信程总经理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成绩的。为了这次竞标，我们准备得非常充分。我说的不是曼斯丁竞标会。这件事情我们是志在必得。绝对不会出现差错。我担心嘉兴整天不务正业的状态。哦，嗯，哟，啊，程总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还都在啊？哎，慧琪也在啊？不会是又在汇报什么事情吧？你先坐下来吧，总裁他已经等你很久了。等我？什么事啊？你听着，这个星期你要去韩国。身为思韵公司的总经理，
关键时刻总应该有所作为吧。可以，我知道。这样，我明天就去，总可以了吧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房间里面比较闷热。是吗？哎，我说你怎么了？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形影不离的，从没见过你像今天这么温顺呢，连总裁都感到很吃惊。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哎，韩国怎么样？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去。那个时候？世界杯啊，让韩国成为红色海洋的世界杯，我们真应该亲身感受一次。可惜那个时候我正在留学。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失误，整个亚洲大陆都在沸腾，我却缩在美国的一个角落。哼，你笑什么？你身为一个韩国人，难道你比我这个中国人还无动于衷吗？在韩国我既没有什么亲人，也没有什么财产，为了交学费我什么工作都做过。你这样的少爷是永远体会不到的。你家庭富裕，双亲健在，而且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妹妹。那你羡慕吗？那就把我的父亲让给你好了。什么？家梦我可舍不得送给你，把我的爸爸送给你了，也可以让我那个可怜的妈妈省点心。我可真是怀疑啊，你到底是不是你爸爸的亲生儿子？哦，知道了，想你啊，快点回来好吗？谁呀？是慧琪姐。哇，泡菜炒饭呢？她要回韩国。是的，她是要回韩国。哦，那正好。是吗？谁知道呢？哎呀，什么话呀！慧琪姐公司和我们公司同是这次竞标会上的对手。是吗？对呀，堂堂正正的竞争不是很刺激吗？虽然慧琪是学姐，可是我也不想输给她。这点很像妈妈，是吗？快点吃吧，小姐。啊，对了，要是慧琪回韩国，一定让她来吃饭。他以前不是很喜欢我做的泡菜吗？当然了。转身，就这样。对了，音乐停一下，过来过来，我说一下。时装和音乐不协调，灯光不对，整体气氛也不协调。要像程总说的那样，让人们有一种震撼的感觉。你们要把这种感觉体现出来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那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哎呀，真的好辛苦啊！哇，这些模特长得很漂亮。慢点，慢点。转身，转身，就这样。很快就会好起来，彩排不都是这样吗？这很正常。江总监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慧琪，如果你对彩排不满意，那就请你直接的说出来，我一定会改的。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。对不起。慧琪，我想我该给你个忠告。我请你最好不要把公司的事务和你的私人事务混为一谈。我知道这几天你跟嘉兴一起玩得很晚，可我要提醒你，
我们都应该去劝一劝嘉兴，他应该多想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作为公司的总经理，他现在太贪玩了。你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我的私事。思云公司什么时候开始干涉员工的私生活了？我现在并没有在指责你，慧琪。我是说嘉兴，这么重要的彩排他都不到现场。我希望个人的私生活不要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。注意节奏，对，就这样。志秀啊，你看烫的行吗？哎呀，很好，谢谢妈妈。哎呀，这么热的天还让妈妈帮我烫衣服，我真是不应该。可是我没法子，公司里因为准备时装秀，到处乱哄哄的，真怕把衣服给弄坏了。还能帮你做些什么，你就跟妈妈直说，你别在这里拐弯抹角的。您太了解女儿了。那好，帮我缝缝衣服吧，妈妈。您会在过生日的时候收到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。给你妈妈。你千万别乱花钱，缝点衣服不算什么，只要你能取得成绩，妈妈就是把命搭上也愿意。每个当妈妈的都是这样。好了，别这样说话，妈妈。干嘛非要把命搭上呢？多吓人呢。我可不爱听。啊，妈妈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放心吧。我知道这次曼斯丁竞标会很重要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总裁会亲自来。正因为重要，总裁才不放心吧？这个项目不是很早就准备好了吗？应该没有问题吧？总裁自有打算，你就不要多问了。找到嘉兴了吗？程总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我派了很多人找，都没有找到。总裁来了，张秘书，你话太多了。总裁，您辛苦了。怎么这么多人来接我？你是想让所有人知道我来韩国是吧？对不起，总裁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是。嘉兴呢？漂亮吗？是中国著名的工匠制作的手工艺品。哦，这只蝴蝶我好像见过。是吗？这是很少见的工艺品，是我们从中国工匠那里直接订购来的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的是真正的蝴蝶。我就要这个了，我妈妈一定会喜欢的。对不起，这是样品，不能卖的。哎呀，通融一下，我要送给妈妈一份生日礼物。我就看中了这个，求求你了，就把它卖给我吧，好吗？OK， 你满意吗？嗯。
怎么样，程总裁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那就谢谢二位了。合作愉快。哎，谢谢啊。给您。好，非常感谢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对不起，新梅，我马上就到，现在我就在公司附近。为了给妈妈买生日礼物。这个。什么？总裁？什么时候？哦，知道了，现在就回去，很快就回去。哦。simple，OK？ 你哎呀，好，哎呀，你，四清皇长得一表人才，看不出来这么没脸没皮。哎呀，我看你这种人应该坐牢才对呢，知道吗？奴了，咋个 simple？ 什么？看来要谈很久。喂，到底要谈什么事啊？我身为秘书什么都不知道，真的是很麻烦。您也知道，像我这样的人必须看上司的脸色行事，这样的话我做生意呢跟打仗没什么两样。福林公司这次为竞标投了血，总裁是把福林公司作为我们唯一的对手，总裁一定不会错过这次机会。我们有好戏看，也许比时装秀还有看头。程嘉欣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不接电话？放我出来！放我出来呀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放我出来！放我出来呀！我没有罪啊！放我出来！警察，放我出来！警察，放我出来！我没有罪啊！你安静一点好吗？我没有罪，你快放我出来呀！我说你安静一点，
放我出来啊，警察，我真的没有罪。难道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放我出来，我回头再跟你解释啊。我告诉你，安静一点。哎呀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如果他们照总裁的意思去做，那么福林的洪总裁也只能放弃竞标了，福林中国总公司也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。不行，不能让他们轻易的垮掉，否则我卧薪尝胆那么多年太没意思了。我要一口一口的吃掉它。再说福林也没你们说的那么简单呢。啊，嘉兴哪儿去了？哦，他怎么一直没见他的人影？啊，他真是让我失望到极点了。我还准备让他主持这次竞标会，太寒心了。总裁，他是……不要解释了，赶快派人把他找回来。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，很快就会有消息的，您不要太担心了。嘉兴要是跟你一样，我就放心了。好，这个是崔贤基的电话号码，这个人所有的情况跟您所说的是完全一样的。喂，你好。是。是是啊。不，你别那样，你不要那么做。我很好。啊，不，真的不想见你。你到现在才……那你随便。我不会去的。就让他安静一点。你们放了我。可是语言不通了。放了我呀。他说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是啊。你们放了我。放了我。说英语也行啊。我不是小偷。我不是小偷。我帮你们抓小偷。快放开我呀。
坏蛋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臭三八，好心没好报。你，色情狂，长得倒是一表人才，看不出来这么没脸没皮。我看呐，你这种人应该送去坐牢才对呢。奴郎咋个死包？什么？你那打啊！气死我了！看我出去以后怎么收拾你！你走！哎，你们应该去调查一下事实啊！啊！警察，你去找我的朋友，哎，给我电话打，借我一下电话好吗？哎，借我一下电话，电话，电话！你要打电话？电话？哦，对对对，哎耶耶耶耶耶耶！我没做坏事儿，哎呀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干。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这，我怎么知道？做了些什么呀你？啊，小偷，还色情狂！哎呀，我真不知说你什么好。明天就是竞标会了，你这个总经理还住进了警察署，你总经理怎么当的？说，怎么回事？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再怎么说你都不相信我。你还有脸说这种话？这种事儿让员工们知道了会怎么想？一旦让对手抓住了把柄，我们多年以来为之奋斗的事业将功亏一篑。总裁，江先，不要替他说话。啊，不，总裁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还是先回酒店吧，在这里被人看到了，我想这恐怕不太好吧。偏偏在这个时候让对方抓住了把柄。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？在商场当中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商战当中，如果你让对方抓住了把柄，一败涂地。蠢东西！哼，把柄。尔虞我诈，相互算计，给对方下绊子，设圈套，这就是追求利润吗？作为企业也得讲究点企业伦理，那街头小商贩他有什么商业道德？我真是搞不懂怎么这么黑暗。什么企业伦理、商业道德，说梦话呢？没必要把竞标当仗打，思韵和福林都是中国公司，都在同一市场，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互赢互利啊。全球一体化战略伙伴合作双赢是句空话，商场就是战场，没输哪来的赢啊。嗯，胜利就是要把红旗插在敌人的废墟上。总裁，嘉兴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不管怎么样也要保持企业的名分嘛。你别再替他说话。哼，真是忠言逆耳啊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别走。你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回大连，我找你算总账。哼，太放肆了！你回来。总裁，请你冷静。
您现在要养精蓄锐，明天就是竞标会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应该保持冷静。蒋欣，最近你辛苦了啊，回去也是。我再说一句，就算福林倒台，思韵也不会有什么发展。没有竞争，一个企业早晚要完蛋。哼，混蛋！轻轻拥抱，感觉你心。